I wonder why anyone would hide Plazon in such an obscure place. Maybe because it's too expensive. This looks nice. 你好，师傅。对我们哪个作品更有欣赏呢？ 最喜欢这个，但是也喜欢这个。哦，您真有眼光！这两个是一对，是我们专门为“一带一路”设计出来的。作品的器型呢，是以我们的观音瓶作为器型。这个是我们海上的丝绸之路。我们景泰蓝呀，实际上它起源于元代，距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。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一直在皇家造办处造。 是我们北京的燕京八绝之一，也是工艺美术四大名旦之首。2006年呢，第一批被评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带您到我们的生产流程，整个工艺线您看一看。这个区域呢，是我们的掐丝车间，我们景泰蓝您看到的这些纹饰啊，是用铜丝。 用镊子一点点微出来，然后再一个个粘上去。这些图案呢，都是一段一段很小的一段一段一个个拼上去的。实际上，景泰蓝之所以贵呢，就是在古代啊，铜材质民间老百姓很少接触的，只有皇家用它来组钱币用。哦，那说做这个作品是要多久？像这个作品是常规的了。 一个月时间，30天，那么长时间，对，看到的那些大的应该60-7个月，有的1年以上。嗯，长时间。对，我们这些匠人呢，都是当地的本地人，最大的已经干了40多年了都。快40多年。对，十几岁小姑娘在这来干。我们在梁山村这个地方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，它是66年建厂，解决了一大部分就业，并且呢。 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收入。现在呢，我们厂里有40左右的工匠，村子里边呢还有20来个人，他们拿到1-2个工序呢，拿到家里面制作。这个呢就是釉料，景泰蓝的颜色。这一个山，它是几种颜色，由深到浅，润出来的，也就是过渡过来的。那每片叶子都是几种颜色。 那能想他做的这么好，是要水多久？4年。4-7年要4年。对，景泰蓝是火的艺术，在1000度高温的炉里边烧9次以上，就是一件一炉，一回只能烧一件。这个呢，就是蓝色的一个瓶子啊，你看它是一点点变颜色，随着温度的慢慢的变凉。 刚开始特别通红，这回呢，我们变成绿色了。绿色了啊！那大概这是第几次烧的？这是应该是第三次了。这就是我们掐丝体验区。哦，我可以体验一下吗？可以可以。您呢？用我们的粘花镊子，这是围好的丝啊，粘一点点胶，然后就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 试一下。嗯，少来。然后放上。哎呦，对。老师，您看我做的怎么样？整体不错，这个地方有点变形，并且这有一个开缝，把它往里整一整，跟它并上，可以了。可以收徒弟了，收一个外国徒弟。谢谢老师。嗯。OK。嗯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哦，很聪明。那这个谁都可以来学吗？ 都可以，村里边的人都可以到这儿来学。有什么要求？要有几个条件，你要有耐心。
得在这儿能坐得住，你还要有创造，能够创造。嗯，啊，要是为了它长期能制作下去啊，要有一个传承的心，啊，你还要能做到传承。这些作品的市场发展怎么样？喜欢景泰蓝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市场需求啊，还是特别大的。So today I've been here in Jingtailan and I've learned a lot about this part of Chinese culture. I just feel honored to be able to experience all of it and see how they even use heat and traditionally to do that. That takes a lot of skill. I even got to try and do something. This was kind of nice, a bit hard, but really good to be able to do that.